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？试试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，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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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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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。我买把短枪，打门钉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买枪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黄本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把老王也不用一万，我就一万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天生气都没有，那我就失去了你。